蓝屿广播电台 FM 九九点五。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流行什么事》，新鲜什么事？流行新鲜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又到我们的流行新鲜大小事，我是克尔。隔壁那一位是我的 partner， 叫做亮亮亮亮。嗨，大家好。这是你的外号还是你的本名？哦，这是我的外号。因为大家都在问了。哦，我手机在响，那个主持人是谁？那个主持人是谁？亮亮哈，的外号哈，所以呢。本名就不用讲了哈，我不会跟观众讲啊，先去找。那今天我们特别做了一个专访，是来蓝屿算是有一些一些工作。科佩他本身在蓝屿已经三个月了，之前就有先规划说，可能半年前开始规划说要什么时候来蓝屿。其实我是因为三年前我有来蓝屿玩耍，对。可是我来的时候也是现在，刚好也是现在这季节，十月风大，但是人很少，淡季，可是因为我没有来过，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这边有淡旺季的差别，也不知道这边的淡旺季是差很多，只是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就被困住，因为风就东北风啊，真的，其实真的容易被就是季节，那时候应该来的是应该是冬天吧。是还是一直下，也是十月，是双十那个礼拜。然后是记忆深刻，就被困住了。对啊，可是其实我这次，因为我这次来之后，很多别人都问我说：“啊，你是不是之前有来过，觉得很好玩？”我说：“之前来过，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去哪里玩，就因为风很大，就好像就一直在陆地上走来走去。”可是单纯因为这边很漂亮，然后我很喜欢这里，所以我就来这里。哇。这个蛮偶然哦，亮亮，亮亮，你不想拿麦克风是怎样？是不想主持了？我不好意思，你的观众看不到，哦，观众应该看不到那个各位啦，观众看不到各位，所以大家都觉得哈，其实有时候在广播节目的时候，你也看不到我们，我们做鬼脸你也不晓得，那我们就是对这一题其实翻白眼，你也不知道，所以广播很有趣在这边。那亮亮，你觉得像科佩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你有没有这样跟他有这样的经验吗？就是说他可能来过这边。他就是因为这么简单的理由，我好像常问到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简单，可能来过这边家，就后来就再来。他们说哪里的土哦，很黏人，很黏人。你觉得呢？是说蓝屿吗？对，蓝屿。我有相关的经验。我说蓝屿，以前来过吗？我以前没有来过，可是我是八月底来的嘛，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觉得，天啊，这是一个好漂亮的地方。科佩，你当初也是这样想吗？觉得很漂亮，就是。虽然我也很常在台东跑来跑去，因为台东是我家，可是我觉得蓝屿有别于台东的另外一种风景。他的感觉就除了风景之外，那人文的部分呢？你第一次的感受？人文，因为那个刀族是海洋民族，对，而且又是自己一个岛屿，对。就跟我们在大岛上接触到的其他民族的族群性相差也是蛮多的。所以当你遇到不同，可能在台湾可能会常看到不同的族群的朋友，对不对？那可能在蓝屿就单一，可能就一个族群是达悟族，对不对？而你对于这边的，你来了这么的来了几个月，三个月、两个月了，三个月差不多哈。那你最大，先别，我们就直接回到我们的结论，就是。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还是一言难尽？还是说最大的感触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目前到目前为止，感受，或者是说感觉，都可以。来这边跟台东不一样的生活，因为你这边我讲我的感觉哈，因为冲击我比较没有那么大感受，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射鱼或是捕鱼，好像有很大的想象或是幻想或崇拜，可是我后来发觉这边就是这其实就是他们的日常，因为就是可以推想回溯到以前，他们就是因为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常就听到他们都会说海洋就是阿美族的冰箱，对对对，可是其实相对在这里
就是海洋对于达悟人来说，其实这也是他们的故乡。对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解释跟诠释的方式。对，所以其实这跟那个就是对于我们没有实际接触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很厉害什么、嗯，可是其实这就是他们要生活下去的日常。那我可以请教你，一般来来都会觉得，一般游客的观点可能来很漂亮、很美啊。但可能你在兰屿，可能你看的不只是这些东西，看到不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表面上的东西了，对不对？其实看到，比如说，可能说我一般我们的观游客来说，可能就是我想看兰屿很漂亮，它的好好山好水，然后海洋很美这样之类的。嗯、可是你在兰屿待了快三个月了，应该看的不只有这样子的层面，或这样子的层面。啊、哦，大概就是哈，他的这边，好，你大概可以吗？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有没有更深层的想法？除了一般人哦，我讲一个我对于观光客的想法好了。你被那个迷路小鬼被你的工作太累，对对下对太累了。我就是觉得啊，你要讲出你自己的想法，哦、就是你还是要休假。抱怨。好了，我们还是回归正题。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比较。个人的比较内心的，我回答一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我的。没有，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讲。就是很多人会来这边，然后都会，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因为我知道观光客来这边的心态就是很放假、很度假，嗯、就是他们处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嗯。可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放松到忘记要尊重当地人。就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因为其实有时候我看到那个，有些人会直接就穿比基尼走在路上，我会或是骑车，我会觉得这样有些不妥。嗯，怎么说？因为当地的民俗风情比较保守，还是因为你认识你知道嘛？你认识嘛？所以你才会这样觉得，对不对？我其实对当地民俗风情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不敢多说什么。可是我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就是因为我家是在出路、嗯、然后其实也有很多观光客会在我们祭典、哦、或是别的时候来我们村庄里面、嗯、就是很随意的走动。嗯，可是我其实在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我的家就是随便的就是人家这样乱走乱看、嗯、就很像我家是什么可以观光的地方。嗯，然后我也会觉得如果今天是在我家前面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一醒来然后走出家门、嗯、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一群人穿比基尼就是在我家门口走过去、嗯、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那如果他是一个帅哥走过去可能是类似像被看的有点太老了哈，金童之类那种走过去，那我摸一下，那就不行了，这样子啊、哦，没有没有，还是还是，这毕竟是一个教育电台，对，我们要往那金钟奖发展哈，所以特别意思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说多元化或是彼此族群的尊重，我们的意思应该入境，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时候太开心。之余还是要站在当地人的想法上说、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这样子。对，我其实我可以呼应你两件，之前来有发现两个事情。第一个其实观光客在礁石嘛，那个类似像是那个可能是那种五爪或者背这样子的贝类的一个东西，在他就直接拿起来看，然后当时就像他们就直接甩下去就甩过，当地人就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说你怎么可以把当这边的原来这边的物种，它可能只是一个礁石的一个东西，但一个方向就拿出来就甩在前面，那当地人就非常不开心，说这你破坏了我们原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说，去年有一个也闹上新闻，就是说在飞机期间有一个叫做水上摩托车的一个协会来兰屿来做水上活动，他要申请，但是相关政府没有准许。刚好那时间是在飞鱼季的期间，那飞鱼期间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要出去捕飞鱼，所以自己期望他们不要，但他们一直说我们已经申请，可是香港说我们没有同意，就变成说这两造是完全不同，所以但这中间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当地来这边的确想做水上活动，但是刚好这个季节是什么飞鱼期间，就像是好了可能妈祖可能绕境之类的，那我突然在这中间来，因为我们办我们封街，我们办别的活动，别的 party， 但就会让人觉得，哎，你怎么会在这时候办 party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在当时我们一些当地的或者是我们商务所就觉得，怎么会选在这时间，然后怎么会办这样子？或许可能在申请的沟通上没有做好，但是在他们的回应上也凸显了外来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就是最大，因为我们去申请。不管是什么文化活动，我都不 care，
因为我们已经申请按照法律，的确按照法律是申，但是这边的地方也没有允许，也没有尊，也没有尊重当地的一个文化或风俗民情，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知道你们在两位在出国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意思，就是到别的国家的时候，会去观察他们的文化，会尽量不要做出不尊重他们的。假设好，如果你在德国，你当你就像一个新闻，一个两个大陆一个名叫德国，他做了一个希特勒的手势，当场就被怎么样，就被送到警察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的那边的文化或者那边的法律的状况。那我回过来说，就是说当你在当一个游客去的时候，就像科文讲，你可能不知道这边的文化是什么，但是你要保持是一种比较谦卑，因为你是来自边来看这边的地方，就像是可能阿美族的或者是北南族、台湾族的风铃鸡之类的，那你要知道这边的文化的状况，对吗？你才能去真的了解他们要什么。你不要当一般的游客，而是要当真的是可以跟在地认识。我想应该要讲的是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那除了这样子事情，你说做小包子，你还观察到除了像文化上的一个尊重上面，那你在这边的，你观察到这边年轻人的状况，就是回流的年轻人多吗？或者你我其实发现。我其实发现年轻人还蛮多的，就是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以为年轻人不会这么多，可是因为我刚好前阵上个月刚好有机会去采访到那个在狼岛部落一个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咖啡店，叫做角落。哦，老板娘。对，我有去采访白石姐姐，她现在不是叫白石，她叫西南哈娜。哦，她结婚了。对，嗯。然后，但是就是我有问，其中我问到姐说为什么会想要，因为她其实是半年的，她现在这个时间她已经回台北了，但是她暑假可能四月不一定啊，她会留半年出来再来。我说那你除了这其实除了是你的梦想之外，是不是也有，就是你有想要做别的事吗？他说有啊，因为他说他发现其实蛮多年轻人都想要回来，你只是还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或是方向目标在哪，但是他就是先做，他就自己先例行，然后给他们就做给他们看，就是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嗯，其实你刚提到的很重要，就是年轻人，尤其是部落的或者是原乡部落，他们来或回来自己的组社区，他要去适应自己的家乡或者部落的时候，其实他要花一段时间，因为他不了解他可以做什么。那其实往外推一点，往外讲一点，就是说像台湾的年轻人，他可能就是刚毕业之后，他可能不知道做什么，有些可能出国打工，那他可能就觉得可能迷茫，可能就是做个随便做个一个正职的一个可能服务业或者之类的，看边走边看这样。其实每个不管是原住民或是一般怎么说一般汉人，其实都会面临到年轻人都有那个就是那种在工那种迷茫的状况。那部落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一个文化的那种所谓的责任吧。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子？像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那么久，我到研我从小学七岁离开之后，我二十七岁才回来正式待教书。所以一开始其实我还在适应这边中，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学的是达悟，但是其实我的生活的环境，其实我们叫做都市原住民嘛，就是属于被汉化比较深的，对，都包或者是我们说体制比较深的，所以想法都会可能要融入到部落或社区，会要一个转换，因为部落他们的沟通的方式，年轻的沟通方式可能不同。有不同说话的方式或议题或聊天的方式。那像我们在都市常待的或是跟城市跟一般的汉人在相处，其实那个相处模式其实也慢慢改变了。就像是可能你到南部好，你的会靠你的口音可能如果不是某段时间要觉得你不是当地，会有点那种感觉。那像原住民也会有这样子不会讲族语啊，要我就不会，我就还是慢慢在学。那其实我在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年轻人真的比较少，一开始七年前。那为什么会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时候不是可能年轻人可以回答的问题，有可能是这边的就业的形态啊，工作是不是适合在当时，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回来他没有一个方向，或者是这边也没有一个可以做的事情。但来这边大部分蓝屿的从事的行业大部分属于跟观光产业相关，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可能往观光的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有可能的，像可能是服务业的啊，可能像是咖啡厅啊，在浮潜啊，或者是做民宿业者啊，我觉得蓝屿比较会适应这样，但其实蓝屿可能还可以做别的事情，我就这样觉得。你们像你们在
出路嘛，哈，出路应该出路比较是属于山，比靠近山线那边的，对不对？你们状况怎么样？可是因为我们部落的，因为我们部落其实距离市区也不会很远。所以其实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业的话都还是会去市区就业。嗯嗯，那亮亮你觉得呢？你听了特别讲了一些关于年轻人，你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年轻人，我感觉到其实南部、中南部很多年轻人都会回去开咖啡厅，我现在有发现到这样，南部也有，屏东上也有这样的。那你像这样子，你为什么会你就觉得像他这样讲的东西，你就会回来，可能会有点迷茫？那像你本身有这样的过的经验吗？还是就是有目标就很明确。嗯，我曾经目标很明确过，可是也有一段迷茫期。我觉得这个迷茫是很正常的，因为要适应生活剧烈的变动，本来就有一段阵痛期，然后你会想要去摸索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一段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个迷茫期。对，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年轻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科贝应该也有吧？所以你现在是毕业，应该毕业前有十年。15年吧，对，国小了哈，他国小毕业十年，他想跟他，就是毕业大概是一两年嘛。那你几乎有这样子？有啊，我其实去年才刚从我们部落离开，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我就回去部落2年，然后后来又回去学习，回去那个北部。所以你有打算想要再回到这一步，还是想在外面工作看看？我会蛮想，我其实蛮想回自己部落的。那就是一个问题，现实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怎么讲，一个可以在的位置，就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嗯，其实现在蛮多，我知道蛮多部落都开始有部落营造员这个职位，营造这样的职位，就是你可以去上课，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证书，然后你可以做你觉得部落适合的事情，不一定是，可能有些我有看过是装置艺术，有些是街景，有些是找出老照片。然后因为其实找出老照片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有看过别的部落做，他们就是找出老照片跟因为老照片的东西里面的长辈我们可能都不认识了，可是那些部落都还很老的老人家都认识，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看着照片说故事，可能他会记得说那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在哪里，就是从历史的记忆中或者是脉络去回顾到当时的社会文化，那也变成像是一种寻根的状态了，我这样觉得，就类似这样，你会找出自己的。有时候可能国中、国小对原住民来讲冲突比较大，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原住民是少数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的生活确实比较在不同族群的地方，所以那个认同会非常强烈。有发现像，我知道科贝，因为科贝跟科贝聊天，他其实他也一开始就不是在你的原生，就是在台东就生活，一定都是在都市生活，一定有遇到不同族群的。跟你相处的方式，一定很多这样的事。那我们下一段，我们再好好的讨论到底他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好，进广告。Am I now? You're ready. I'm ready. Yeah. Okidokiyo, is that true?Okidokiyo, is that true? Yes. Okidokiyo, tomorrow. Yes. Okidokiyo,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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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누가마다해넓은마당에어마무시한지스무세부터계획한고문긴보고서느리리하지꿀빠느라바빴어너가정신놓게난볼때만기다려올때파란신호앞에 Mustang Yeah, I want some cheesecake Yeah, I want some that President YG의 취직해연중무휴일예미처럼생방행사팬사당최없는공백난이놈의길을어디에다방출해학창시절부터연예인가행선지를모친마따라오기엔벅차넌내가될수없어계속빨빨거려봤자내수저가끔수저러보이면병원가봐네가라식해봤자네비전은여전히흐릿해바이바이동과명예중하나골라하치고민없이나몽땅쓸어담아갈거야
엄마야이제마저나가서놀아 And she said Is that true? Yes 오기도기요 Is that true? Yes 오기도기요그게다니면내당초에난음악안건드렸다고 You know? Sure 배부르고등따신예술가로거듭나게모든 rapper beat 내거든후방죄누리고살것만느려선안돼끊임없이혀를굴리고잠에들기전상상의무시건 R&B 도끌어당기는법칙아무부끄럼없이나의자질을보여주었지스타지망생들의top model 보고배워라 night work 왜가사에서싸가지를찾아색안경끼고받자입체감만살아개대처럼물려물어뜯어봐라 I don't give a shit 너의진달래꼬사뻔해지를봐봐왜배국한데지않아분야를넓혀나가난우리엄마와의유자식상팔자넌샘나서미치고팔자돈과명예중한날골라한치고민없이나몽땅쓸어담아갈거야엄마야이제막또나가서놀아 And she said Is that true? Yes 오기도기요 Is that true? Yes 오기도기요 Oh yeah Okey-dokey, yo. Is that true? Yes. Okey-dokey, yo. Is that true? Yes. Okey-dokey, yo. Oh, yo, my love. Come on. Yes. Okey-dokey, yo.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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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Hello， 又回到我们流行新鲜大小事，我是科尔，隔壁那一位是我的 partner， 叫做亮亮。回到我们的刚刚那个话题，就是在讲，科特他本身在南语已经三个月了，是，他一定有很多想法，因为每次我经过他的小包小店，他的脸都是充满疑惑跟问号，但那疑惑跟号可能是思想没发了。哦，但他，但我觉得他是非常爱这个土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亮亮哥，因为我有时候在 IG 看到他做一些像他到处拿一些像花的东西，对不对？你讲一下，讲一下，为什么你这个当感觉像你很融入这里？嗯，因为我很黑吗？不是不是，因为你看起来也不像蓝语的，你感觉你很容易这边，为什么？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女生的感，女生的那种跟土地的跟这边的？互动是很 match， 只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吧。是这里，你们讲具体一点，我们把抽象的东西讲具体一点。嗯，等一下，现在到底要谈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要翻译了。你说的是蓝屿这个岛还是？我很喜欢这地方，但是我说出来，你可以讲具体一点，类似很举个例子，或者为什么喜欢这里，一定有一个原因吗？或者说还是感觉吗？因为很漂亮，很漂亮，嗯，是这个感觉的氛围，美那个环境，对，就是会让台东也很漂亮，就是不会让自己觉得很紧张。就比如说我在台北，我就会觉得我整个步调很紧张，也会，对，就是人在愿意在节律上面。然后我可能到某个地方，我会有对那个地方的感觉，有些地方会觉得很拥挤，嗯，可是有些地方如果拥挤，就是像台南，就是。小小的，可是我会觉得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就我对每个地方会有一个感觉，像我对蓝屿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边很安静。就是你如果就算自己一个人来，你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哦，所以你觉得在这边的感觉，就是让你可以
因为你刚才说对每个城市的定义都不同的，对，那你未来的想法也不一样，那感觉是可能就是你来这边才可能跟这边认识，或者是这个环境，所以你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舒适可以让你来居住或者是思考的地方。对，那很跟跟我们一般我在访问的是三四年，很多的跟你的比例都特别高，就在于说很容易让人家去想事情，去沉思一件事情。那亮亮你呢？你觉得呢？来源让你想事情，还是工作已经忙到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事情？你呢？你觉得来源很适合让你去想事情的时候吗？嗯，我觉得工作以外，工作以外，嗯，我觉得来源很适合让人家放空，然后去思考一些你平常可能不会想到的事情，然后在蓝宇就是你空闲的时候，像我没有上班的时候，然后这些东西就会浮出来。嗯，那你比较特别像他们小帮手，因为其实小帮手每年都会的，那你应该也知道小帮手就每年才夏天都会大一大堆。那你对小帮手这个工作，对，我是说团体啊，他们这一区块哈，我有太了解这小帮手区块，真的这个区块是非常，因为很多好朋友都是小帮手的。啊，你可以像这样小帮手的这样子一个，像国外，我们出去要 working holiday，其实他们也类似像这样，但他们其实，因为每个在来，我可能要这比较很黑暗的地方，我想问可不可以，就是说，虽然是他。如果说小帮手是 working holiday， 它的定义像可能我们在地的人可能不小了解 working holiday 的状况是什么，可能就是提供住宿，对不对？在国外提供住宿之类的，那这边也是提供住宿跟相关的一些活动，但也是会提供一些生活费啊之类的，每个民宿的做法都不同。那你遇到你认识这边的小帮手比较遇到生活上可能对小帮手这个工作他觉得他不是因为跟他想象的一开始来说不一样，有遇到这样的朋友还是都没有，就是很 OK 的。演员要爆料吗？你想清楚一点，要讲的就是哪一个民宿了哈，你就大概讲一下那个状况是什么。我有听过不好的。你就直接讲那个事情就好。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通常来当小帮手之前得到资讯都是网络上的资讯，对，然后。主要是我听到的是他找到的资讯跟他实际要做的事情是落差非常大，而且因为其实小帮手会来这边，一方面一定有相当想要在这边玩耍的程度，但是那个老板把他的时间占得太满了，几乎霸占他所有醒来的时间。你太快，这很蛮扯的。这个等于说他已经不把他当做一些小帮手或者像我这样，他其实会。就是他的定义，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第二个定义成重点在这边，那他变成像副菜，就是全职的工作，对他全职，而且工薪水又不是说按照劳基法的方式去算，对不对？对，而且实际要做的工作量，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可以负荷的工作量。我虽然我是当地的，但是我也蛮认同你这样讲，就是说你自己当地对于小帮手或来这边工作的那些年轻人，其实要给。他适当的一个休息或者一个待遇，对不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基本的尊重。我觉得虽然他是一个 working holiday， 但你不能把它当做什么，当做像全职的工作来做，对不对？对对，那个亮亮，你不想做了是不是？没有啦，我在。你问，因为为什么叫亮亮问？因为我现在已经要出去了，希望让亮亮多问我们的科佩。好，你有什么对小帮手有什么不满？讲一下，不是？没有什么。对小帮手有什么？有一些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比较不为人知的区块，或对像科佩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觉得他在来你会想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从台湾来的原住民，然后来做这边，最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最想要问的，不用太多了，这个已经过了夏日了。我觉得会从事某一种工作或是行业的人啊，都会刚好都会有凑巧会有某一些。相通的特质，然后我发现跟科佩在同一间，就是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小帮手们，他们好像他们说有一些，他们散发出来的。礼拜六那个礼拜天就，不是我们故意让你们的，就输了，他们问自己算输了。老板说员工不可以赢，员工不能机票嘛哈，还是发票。还是故意啊？对，好，继续问你。那你觉得你们就是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小帮手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们有什么就是比较？因为你们共同的特质让你们工作特别顺利的，或者是因为太相似了，所以你们在工作上常常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之类的。
不会，因为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想到我的自己啊。你不要口是心非，这是张雨生的歌嘞哈，继续讲。我会唱。继续说，你以后好好回答，诚实一点面对自己。没有，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来这边工作的时候，我遇到的人，我都还蛮喜欢的，尤其是后来就是后期的这些，我不知道哎、欸，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种族歧视啊？因为不用不用，你不要特地去福建，反正你讲那个事情就好。为什么？没有，因为我觉得后来就是后来来的小帮手都是原住民。我觉得你之前都不是吗？对，我觉得就跟我很合。其实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弟弟本来我就认识，我们本来就好朋友。然后另外一个现在跟我的大，就是我的好伙伴。他也是一个，就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布农族的弟弟。其实，所以你他就做起来做事情来。那你听得懂吗？他们讲的这一个区块，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之前他的工作的团队，大部分不是原住民。他来的时候就刚开始可能也不认识了，对，不认识。不认识，可能在工作上，可是后来进来的恰好都是刚好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刚好可能又。就是工作上的相处的磨合比较少，对吗？所以而且中间又可能还有其他人，可能跟你在聊天，可能跟他的时间就比较少。然后可能，但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在相处的那种说话的方式啊，或者聊天幽默的方式都不同。像我本人，我是很低调、很含蓄的一个人，但是，对啊，你讲话。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不同文化族群的人，我觉得很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觉得，好像我自己跟我要跟有些朋友聊天，或自己跟族的聊天，其实你会进入到那个状况，那个语言的方式，你知道同意吗？你有可能像那个跟那个可能聊天，可能就会跟他用比较像原住民，你就这样方式去聊，因为就像小孩来的小孩子会有那个音会往上的，可是你变说你会自动你的音会自动调成像这样子，不知不觉会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或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是在那个相处方式，你会进入到那个模式。可能不同的文化，你也不想去进入的话，就是去变成大家都是聊个的感觉。因为其实我记得我在台北那时候研究所打工，在师大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是一般的很厉害的。那他们看起来他们有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我以前比较瘦，大概69。哦，那你干嘛提这个？那我要讲我是射手座了，你再给我这样乱聊啊！因为我是说，其实大家不同文化的、不同工作，我觉得以及那个族群的那个班里已经没有那么重。我自己的想法，可能跟柯佩要讲的也不是这个东西，可能想说是因为可能相处那个模式、玩笑的模式不同，对不对？我觉得可能是啊，我要讲，我换另外一个方式说，我觉得，你前面工作真的都是我的朋友。没有，我觉得可能是我跟后来的特别有默契。就我们有时候只要用眼神，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同时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个 wink， 肯定知道。他们知道你的意思，对。对，大概是对吗？像之前我上次跟这小朋友说，我就知道去收桌子。对啊，啊，我反而跟你们讲说。你在跟我打情报，那就是我们没有默契啊，这非常简单。两个文化对一种的一个肢体行为模式的解读不同，对不对？比如这么想的就比较浪漫一点，对不对？啊，可能一般，可能我举例，我那朋友可能他讲的，你又拉回族群文化分离的部分了，好不容易我们拉远了。OK， 好，一回到好，各位月亮提示一下，提示一下，周姐，你知道在哪里吗？我们在云端。你要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赶快，在哪里？就是说那个啊，就是我跟我的同伴们的工作模式。哦，对，模式不同嘛，对不对？对。那现在这个比较 match， 比较合，对不对？是真的合吗？刚才你们是吵吵闹闹。我们都会互拉头发。我们都会就是比较谁比较美，好，就比较丑的都要去收。对对对，你们在提比较，这可能在别的问题，除了小帮手这样这部分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小帮手？因为以后可能你会遇到很多小帮手的，对不对？在这边，那你对这区块还没那么了解，对不对？对啊。那你有朋友曾经去国外打过工吗？有啊。那他们回来，因为其实我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带你说就好。台湾出去的，以前我们都常说外面的来台湾工作叫做外劳，对不对？其实这个词是非常不好的词，这是个歧视的词。那当台湾的年轻人去澳洲打工的时候，当被称为台劳的时候，年轻人就说：“我不是台劳，我是去 working holiday。”
所以我反过来去想这个文化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从小帮你聊，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磨合。各位你觉得呢？第一个问题问他，好啊。就是从刚才聊的，就是说我就是不同的打工的经验跟文化的模式，其实来源是另外一个文化的状态，我是这样觉得。像可能台湾本岛年轻来这边，一开始可能不习惯，可是后来慢慢习惯来源的那个模式，而且非常的开心、很自在。就像柯贝讲的，很放松，很可能对柯来讲说，因为我们都原住可能比较自然。可是像亮亮，你觉得呢？因为像没有，虽然你不是小胖，但是你来这边。跟在台湾那个心理状态会比较放松吗？在这边，嗯，会。工作不要讲，工作不要讲，是吧？会比较放松、我觉得心理状态放松很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有点病的人，就是我做事情就想，哎，我如果我做了，那我应该就把它做好。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就过得非常的紧绷，所以身体状况就出了一点，就身体就出了一点状况。特别是像我这个。然后在这边，在台湾也紧绷，来这边也紧绷，为什么？有吗？在这边也很紧绷。他每天在工作都很紧绷啊，就每天在洗碗，然后没看过面聊天也不敢聊，然后老板瞪他一下，老板瞪他一下，哦，好了。这就是你工作环境。这个回到最新的一题，关他们说有奴性，你觉得奴性这东西，你觉得如何？你对于奴性这句话？可是奴性有时候是有分自愿跟非自愿啊。我讲一下背景啊，为什么各位观众为什么讲到奴性？因为最近一个22K 的一个议题啊，就是说他们在讲。一个馆长，一个王络红叫馆长，22K 来争一个美工，但很多人说22K 跟馆长不是说这个意思，但他提很多人就提到台湾人真的有奴性这个问题吗？你觉得没可能？你也是小包的手机机会有这样子吗？或你之前工作遇到的？年轻人最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老板这样做，去洗个碗，去做个事情，然后加班给老板看，然后可能说跟工作也是一样，就是薪水都没有给你调。我觉得会，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有这个趋势，就是他们嘴上在抱怨，但是其实他们的身体是做他们其实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跳脱那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又会害怕。那你觉得原因在哪？这个我们回到最直接讲简单的，为什么这个东西？这样子还是教育的关系吗？我觉得跟教育有关系。我觉得教育会，就可能以前的教育，是那种就是老师说什么你就要听，而且老师会很容易指责你对或错。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的对错不是那么绝对。讲得非常好，所以那个逻辑可能是跟教育有关的。那边你觉得呢？你第二组是？你点头如捣蒜吗？我觉得柯贝讲得很好啊，我在旁边很认真听所以你觉得、你真的觉得年轻人这部分，因为大家除了我之外，我算中人，那你们你觉得呢？有奴性这个觉得适用在于台湾的年轻人吗？我觉得适用啊，而且就像刚刚柯贝讲的，就是现在台湾年轻人很多都是嘴巴说，可是就是抱怨一下，可是还是会去做，就是不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如果是同年龄的国外的年轻人，他们就会很敢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觉得这个明明就是不对的，或是明明就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要我做？对，为什么要强迫我去遵守？我觉得会有这个差别。所以我问你们两位好了，这个他们会回一般的年轻，如果是可能不是年轻，可是在比较年长那个岁数比较高的是40-50岁的年，会觉得年轻人没办法经历所谓的冲击跟工作上的一些挫折，因为世代想的都不同，我觉得我当时这样想。但是回到这个问题说，其实世代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在可能在早期20-30年前，工作环境比较单纯，那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完全是跟以前完全复杂性完全不同。但我觉得大家会用奴性来看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说教育的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年轻人台湾有些可能部分年轻人可能或大部分年轻人觉得。反正工作嘛就是这样子嘛，反正体制就这样规定嘛，工作就是8小时，加班就老板说要加班，那不加班会换工作，对不对？工作方式，但是相对不同教育的体制，就像你可能跟那个亮亮讲，可能就是我不接受，我就辞职干，老娘或我就不干了，就直接离开了。跟台湾这个还有一个涉及到一个文化的问题，你不觉得吗？各位女人，就是伦理啊，在工作上要有这个伦理。可在国外的工作场，他不讲伦理，他讲的是能力。
嗯，我觉得这你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进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其实还蛮好奇，为什么我身边的人，我身边这些同学选法律系的原因是什么？但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其实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选法律系，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家里的家长就跟他说，那你就选法律系，以后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考公职，会比较容易，因为公职都会要需要考到很多法律相关的书。但是其实我当初会选法律系是，我是想要就是比较是偏向于就是想要了解就是台湾的法律在规范什么，或是就是这体制下面的东西到底，所以这个出发的东西是什么，像你这个出发的不同，因为你是自愿想去了解，但有些人可能是填志愿，或者是他是被家人的期待性期望去选择一个他不想要做的事情，在大学科系，那你是选择你自己想要做的科系，对不对？对，所以你念的应该不会那么痛苦吧？是，没有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对啊，我延毕啊，是因为不开心念的不开心，还是还是这个区块真的是比较，就有些领域我真的很不拿手，所以也是。可以说，比如说，当有些人可能就会继续念到底，或者有些人可能在中间就休学或换转系，对不对？有些人会转系，对不对？但我觉得你在提到就是说，那个主动性很重要，就是说，是不是我真想要去做的事情？即便我不想去，但是我起码我负责，因为这是我选择，但是我不用念，我不去念，起码就对得起我自己，而且这是我自己选择。但有些一开始就不是他想要的，是台湾的大环境，我觉得到现在还是如此，对中间。啊，你不用回答我啊！我知道你看的点就是啊。那亮亮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赞同科妹讲，就是说，像你在从教教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会只想自己说反省自己，到底我们要给学生的是一个答案，还是要去想一个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对，但是你在这个体系啊，是我们在这个屋檐下可以讲很多畅所欲言，但是这个房子是有规定你要怎么走的时候，你没办法让他等他要走出去的时候。对，没错，就像是刚才特别讲，年轻人可能一直选择东西，所以这又回到最基本教育的问题。亮亮，你觉得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对，很困难的问题，因为要兼顾很多层面。对，因为为什么会到这？因为像小帮的这个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是非常自愿选择性非常大的一个，像 working hard， 它是自愿我想要去做这些。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国中、高中或者到大学，可能大学社服可能有自己想要做，但是可能在中间你没有办法选择这些东西。可是小帮手为什么现在走这个行业会比较开心，比较容易找到，会有些任务找到自己的路？因为是我自己要的，特别是吗？所以你有找到你在这边思考之后，想到自己会往后要的规划了吗？还没啊，还没啊，大概要多久？不知道，所以这很难。可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虽然我一直都不是很确立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没有那么确立啦。但是有一个方向，可是我至少就是知道我不要什么。像你当小朋友在兰屿当了快三个月，你应该常常去到处绕一绕吧，就是走一走，就是每个村庄去看。那这边的环境，其实你大概也知道，就是蛮多隔代教养的。就是可能阿公阿嬷在，其实台湾也有啊，那年轻人也有回来返乡的。那你觉得来就怎么也快接近尾声？那你觉得你会对来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你可能你是一个什么，但是你像你看来的年轻人，他们回来或还在犹豫的年轻人，你会想要给他们一样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即便你自己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做的方向，但是起码。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或区块，你会给他们两位年轻人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以外部的观点来讲，你自己想法。就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如果是还在外面，刚好还在学东西的年轻人的话，对，我觉得可以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就喜欢什么事情。第一个自己的兴趣。对，然后你要去钻研专精它，因为那就会变成你的专业，可能别人不会，但是你会这个，而且你是专家，那就是你的叫什么？就是你的优势。对，你的优势。然后你回来之后，因为你喜欢这个，你一定会。因为你够喜欢，你一定会找到你可以你在这边可以做的事情。我问你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原住民会问到的，原住民离开自己的村庄或者家，一定要回来返乡服务吗？或是说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做
一样是也可以帮到家乡，你觉得一定要人到这边吗？还是不一定？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比较想回去。可是如果因为某些事情你身对，如果因为某些现实的关系，你身体没有办法在自己的部落，但是你其实在远方都一直有在关心这些事情，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有出声或出力的话，我觉得不管你在哪里，你只要在做着为部落做的事情，那都是为部落好。其实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在原住民部落，我在朋友他们部落就发现，就是说，原本居住在部落的年轻人，看到从外面来的都是原住民年轻人回来乡的村庄来讨论村庄大事的时候，会变成说他在讨论你有没有在我们这边住过，你怎么了解这个，懂意思吗？可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事实上，所以就变一个问题说，那我们一定要回来这边做才能被认同吗？还是其实我在台湾，我可以做出让大家认同我是这个族群的。其实原住民之间，会存在一个这样子一个这样的想法，会觉得你没有来过，你没有回来，你都是去像我就离开了，就去外面读书。你终于没有回来过来我们这个部落，那你了解这边怎么讨论？那对他们来讲说，我也想服务这边，但是也变成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又说，难道一定要居住在这个村庄，我去了解？还是这是最基本的，或者还是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因为网络这么发达了，我还可以知道我的家乡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我一定要回来吗？还是你的想法，就是你自己的，如果以你的观点来讲，根本绝对的这个。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以我实际有回去部落的想法是，其实我们在部落的人也需要在外面的人的帮忙，对吧？对，就是互相。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是你真的需要你自己生活在那个这个场域里面，你才会观察到，你才会感觉到的事情。所以那些人就是当部落的人在说，那些外面的人都没有跟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力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怎样不要怎样？我觉得这是有道理，可是其实我觉得双方都可以各退一步去想，因为其实有时候双方在争执的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为部落好的事情，只是说那个就是说可能想的不是，可能说这个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就是在，而是说我们大家能够用合作，或者说大家互相，可能我的优势没有的，我没有这个优势，你可以帮我。那我在部落，我了解这边，你说我可以互相。那你在外面可以了解外面的想法，对不对？互相交流，也其实也是为部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我觉得应该部落不应该制造这样子内部的一种矛盾，是吧？对对，因为我有时候会遇到像这样的事情，所以会这样。那最后，带给了年轻人这么多，还要想给我们当地的来这边的工读生好了。给公主生标准当的名字，来这边的台湾的公主生，或者不一定是哪里来的，我看了，你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一分钟给你。没有啦，因为我那时候想，哦，这好难哦。一分半。就是他来兰屿的话，他必须有没有想要去？对，好像他本身要有吗？还是去兰屿再说？来了。你想跟他们来了以后，你想跟他们讲什么？如果他们要来一次，当乌平阿兰的，或者是工打工换书的话，你想要给这些年轻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想法？比较实际面一点好了，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如果真的有想要来这边打工度假的人，你可以在网络上多搜寻关于当地的商家，或者是反正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的资讯，但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渐渐有非常多的形态，可能是餐厅、民宿，或者是酒吧，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营业的方向，你可以找跟你兴趣比较合的地方去，你才会比较开心。像我找的就是酒吧，就跟你以前就没碰过吗？我以前没有碰过酒吧，所以不一定要跟你相关，对不对？其实跟你的对跟自己不一定要有相关的，就是学过什么，可是就是主要是你要喜欢，因为像我个人就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打扫或者是什么换装。我最近关系那边很乱，不要说出来。所以我就没有选民宿，所以因为选民宿。对 ，OK， 所以你给年轻人其实
不管你是没有这个专业的，或者有这个专业都没有关系。对，只是说你要一个，就是你要稍微调查一下你要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才不会做个功课。对啊，才不会跟你的想象落差太大。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欢迎我们开心访问柯佩哦，他还会继续在蓝屿，但是会不会待多久？可能明天就要走了。没有的。所以他可能会在那边待多久，因为他也是很喜欢蓝屿一个地方的一个年轻人，他也对他部落也是非常想要寄予份心力。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不管是在地的年轻人，或者一个部落，或是一般台湾我们年轻人对自己的家乡，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都一样，能够为自己的村庄或自己家乡能够付一点心力，我觉得你在你的人生中起码你会有一点亮点，对不对？刘希先生最闪亮的一颗星。刘希先生是我们下礼拜的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现场直播，那下礼拜的二的早上10点跟10点有我们重播时段，也希望我们族群能够欢迎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Turn it up. Yeah. 널 기다리던 밤처럼 길고 어둡던 우리 사이 공백 이게 끝이 아니길 바래 I wanna go back 너가 원하던 것 다 고친 지금이야 넌 어디로 갔는지 난 홀로 I'm lonely 오늘따라 부는 바람도 잠시인 것 같은데 넌 왜 이리 멀쩡해 보이는 건지 눈치도 없는 너지만 예전처럼만 웃어주면 돼 yeah. 나에겐 너 하나뿐인 girl 나 때문에 아파하는 girl 널 잊으려고 노력해봐도 잘 안 돼 나 미워하는 걸 추억 속 너에게 못된 일이라면 할 수가 없어 이렇게 너를 그리워하는 날 알고 있는지 나에게 너 하나뿐인 girl 너 때문에 아파하는 girl 널 잊으려고 노력해봐도 잘 안 돼 너 미워하는 건 Too hard 너무 어려워 나 몰라주는 너도 서러워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Officially Yeah,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You know how I've been through 이제 너와 내가 친구 사이로 나만의 삶이 전부 진부하게만 느껴져 마치 실이 빠진 진주 혹은 가벼운 티슈 우리 둘 간의 이슈 맥기는 이제 없을 거야 넌 아무 느낌도 안 나겠지만서도 나 없는 밤이 긴데 혼란스럽겠지 나 역시 욕구리 실인 줄 샌도 지루한 스캔들 내 안티팬들이 돼버린 이 주위 사람과 불리한 게임을 하기도 전에 오버를 쳤지만 just painful Yeah, I just can't do it but Can't be single 사랑 노래 들어도 where the melodies at 행동 하나하나 모두 다 외로움이 됐어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날 떠난 너지만 아직 날 괴롭히네 나에겐 너 하나뿐인 girl 너 때문에 아파하는 girl 널 잊으려고 노력해봐도 잘 안 돼 나 미워하는 걸 추억 속 너에게 못된 일이라면 할 수가 없어 이렇게 너를 그리워하는 날 알고 있는지 나에게 너 하나뿐인 girl 너 때문에 아파하는 girl 널 잊으려고 노력해봐도 잘 안 돼 너 미워하는 건 Too hard 너무 어려워 나 몰라주는 너도 서러워 I'm officially missing you Officially missing you
Hey.